阿弥陀佛。上一次所想到就讲到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那当然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阿罗汉的部分。阿罗汉的一个他的一个修正，我们上一次有讲佛的一个开示，也就是从苦然后集然后灭然后道。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苦呢，其实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迷的果，也是苦果。那集呢，就是迷的因，也就是苦因啊。这样的一个苦跟集呢，造成世间的很多的一个烦恼跟苦恼。那所以呢，佛呢，给大家一条路，叫做灭，还有道，灭地跟道地。这个灭地跟道地呢，就是我们藉由修行呢，能够这样解脱生死，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四圣地的部分。那上一次有介绍过，在佛经上，常常我们在看这些不管是佛的弟子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菩萨们啊，示现问的一些问题啊，都是会问啊，佛啊，那个这样的一个缘由，他们了解了。那再来请问要云何奉行，要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佛经里面其实很大的部分在讲的是怎么做。也就是佛经我们上次讲过的都是这样让大家可修可证的。那菩萨们都知道啊，那大家就会问了啊，这样的法门，这样的修行，例如说像观世音菩萨就好了，他长久以来呢，已经成佛了，那也很为很多诸佛的一个老师。那为什么有些问题他还需要去问？其实有时候佛那些菩萨们好像就是做了一场戏，那问的问题呢，其实是问这些为这些众生而问的。像很多的有些的经典也是问，都是问那个在末代的这些众生们啊，如果在修行上有怎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处理啊？这些其实都是知道呢，后再来的这些众生，他们可能在修行上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佛也入涅槃了，无人可问，无佛可问，所以呢，就这样，这些菩萨们或者是佛的弟子呢，就这样代替这个大众呢，把问题这样问出来。所以在经典很多的地方，我们就常说，如果同学会问问题的话，问的应该是这样，如何去做？有一个目标，那如果大众呢没有跨出这一步，也这样，那个目标永远只是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所谓的八正道的部分。八正道呢就是这样，这八法呢不依偏邪而行，故名为正。也就是它不是走的是这样偏邪，它走的是正道，所以名为正啊。而且这条路呢，为何称为正？因为怎样能通至涅槃，所以也名为这样道啊。所以它这个法门叫做什么？八正道。那第一个呢，所介绍的就是所谓正见。当人修无漏道的时候啊，见到这个四谛分明、破外道，还有无等这些种种的邪见，所以视为正见。也就是这个正见呢，它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可修啊，可以修的无漏道以外，也还可以破外界外就是外道这些啊，种种的邪见。像无漏道就是所谓的戒定慧，这修持道呢，能够讲断三戒，然后能够讲处理生死。所以四谛呢，就是所谓苦集灭道，这上次讲过了。那再来呢，有正见、正知见之后呢，再来就是正思维。人呢，如果看这个见到这个四谛的时候呢，正念思维能够观察、筹量、令增怎样、令观怎样增见，这就是所谓的正思维。一般大众呢，如果没有学佛啊，那个在思维都是用大众的这些就是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观念啊，在思维。
那如果我们有四谛的这个观念的话，也就是四圣谛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在思维上面我们就可以内化成我们日常，也就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四圣谛在思维，看到世间的这些众生的种种啊，我们会知道它是在苦在集还是在灭还是在道，所以我们就可以讲把我们的心思这样能够这样拉回来，能够摄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心思，就很像有些人就会说啊，师父有时候去寺院啊，总是会有一些学佛的行仪啊，那就会规定就是说，例如说正向佛像右边的门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右脚啊先踏进去，那左边的门的时候就是左脚要先踏进去，那有些人就说，哎呀，那个寺院干嘛这么多规定，左脚右脚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是我们当我们在外面讲一大堆的杂思啊，一大堆的烦恼啊，那要进到寺院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包袱先放下，所以呢我们要提起正念，忽然就是可以想一下进到寺院右脚要先踏进去，那时候我们就这样把我们的心思可以这样就是震慑一下，免得进去以后还是这样在烦恼当中，在这些就是邪见啊这些之见当中啊，所以那个进到寺院这种学佛行仪其实是这样摄自己的心，而不是说一般的人就说，哎呀师父啊干嘛对于这些要有这么多的种种的规定，那再来我们来看到所谓的正语，那如果我们有正见有正思维，再来怎样我们所讲的口业的部分有没有，我们说当我们的意念的部分为正的时候啊，那个语言啊就会对，我们所谓的正见或者所谓的正念，我们大概讲的正念的部分就很像扣扣子的第一个，当第一个扣子扣对的时候，接下来的身口意的部分就会对，所以我们看到讲正语的部分就是以无漏的智慧然后来讲摄口业，能够远离一切讲虚妄不实之语，这就是讲为正语，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讲正业，正业呢我们以无漏的智慧呢能够修摄我们的心，那助于这个清净的正业，断除一切讲邪逆之行，这就是为正业，也就是我们这些当我们有这样正知见有正思维那讲的话也是正语之后，其实我们在讲所作所为这些这样自然而然身口意的部分就会这样也是这样出自于这样正，而不会说像一般的一些外道或者是一些 不了解佛法的人，他们在因果关系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例如说在佛陀时代有一些外道呢，他们呢看到呢有那个就是牛啊或者是狗能够升天啊，牛跟狗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升天的因嘛，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话我们就会这样了清楚的知道这些都不是升天的因，可是呢外道呢他们的知见不就是为邪见嘛，他们只看到身为牛牛能够升天，他们就讲因果就讲颠倒跟错乱，所以认为讲身为牛能够讲升天，那在有些外道来讲他们天已经算是就是过程当中他们已经觉得是很大了，所以他们很崇拜天，那他们就会开始学这个牛啊牛吃草他们就跟着吃草，牛怎么样趴着睡他们就跟着趴着睡，所以当我们那个观念你看这些外道的观念当那个点错的时候渐渐的衍生就是一个全面的错误了，所以同学在一般来讲修行过程当中智慧跟讲知见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有个正确的知见跟正确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才不会有后面这样的一个邪知邪见跟后面的这样种种的一个错误的那样那个邪业啊，好，
那我们再来看正命，哦，这就是这样出家的人啊，哦，当你无走这样邪命力量，哦，那常以起时呢，哦，自活其命，这为正命，哦，哎，在佛陀时代的时候都有所谓的托钵啊，哦，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让大众能够这样培养这样的福报，哦，那当然啊，很多事情随着环境啊，哦，或者一些时代的一个因缘性的改变，啊哦，那至少是这样在正命上面这样不要去从事那个所谓的邪命的这些 工作就好，哦，例如说五种邪命者呢，一这样乍现异象，哦，有一些就是呈现一些种种的异象，哦，那第二个呢就自说功能，哦，有哪些，哦，有一些就说自己啊，哦，正到哪里或者怎么样啊，哦，种种的那些妄语啊，哦，那第三个呢就这样普相吉凶啊，哦，那第四个就高声显威，哦，第五个呢，哦，说所得啊，哦，然后利益这样，就是我们正到哪里，然后或者是怎，如果能够一跟着修的话，哦，能够这样获得什么，哦，然后来动人的心啊，哦，所以我们只要其实就是只要那个观念正确，哦，该做不该做我们自己清楚，自然底下的一些怎样这些所谓的邪见邪业还有这些邪命就不会出现，哦，那再来所谓的正精进，哦，正精进就是不杂就名为精，无精就名为进，哦，人呢，哦，勤修这个戒定慧，啊，一心怎样专精无有这样间歇，哦，所以所谓的像那个待会我们会介绍到菩萨的六度里面，啊，像行布施的部分也是所谓的精进，啊，有些人就会说哎呀那个对的事情这样所谓的精进就是这样 不见邪、哦，有些人说哎，所谓布施，哦，一笔，哦，那我要是种了多少，哦，我就捐多少，哦，等等，那其实我们在做布施呢也是这样有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啊，我周边有一些，哦，很贫穷的人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在此怎样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就是布施啊，哦，并不一定要等到所谓的那种哎呀一定要中到特奖啊，或者是一定要怎样，哦，一大笔，哦，那才叫做金钱啊，哦，我们有听过那个盲女点灯的故事啊，哦，有个很穷的那个妇人啊，哦，他祈求了两文钱啊，哦，那听说佛呢要来这边就是讲经说法，哦，那还要那个供灯啊，哦，那可是那个灯油只有两文钱啊，哦，啊实在非常的微薄，哦，啊那个就是卖灯油的那个人呢，哦，一听到他是要去供佛，哦，本来是应该要三文钱的，两文钱就卖他了。那那个老妇人呢，哦，就拿到那个有灯油以后啊，哦，就赶快去讲要供佛。那等到整个说法法会结束之后呢，哦，那个灯要熄灭啊，哦，那很奇怪啊，不管是有些在很有钱的，哦，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灯油啊，哦，然后在那边就是燃着的，哦，一说一下熄灭就通通都熄灭了，哦，啊只有那个就是那个老妇人的那个灯呢都不熄，哦，那个弟子啊，哦，像目犍连啊这些有神通的就使用神通要把那个灯给灭掉也是灭不掉，那就去请示佛啦，哦，所以佛在真好，对不对，哦，有任何问题啊，哦，我们都可以得到怎样正确的答案，那佛不在了，哦，入涅槃了，哦，我们 还是可以这样在经典当中去找到答案啊，哦，所以这法很重要，哦，同学不要把法当作哎，好像现在到处啊，哦，要讲经说法的很多，哦，现在的经文很多，哦，那是现在的因缘啊，哦，那以后会怎么样其实很多事情都很难讲，哦，我们现在有我们好好的这样珍惜，那这个那个弟子就去请示佛啊，哎呀为什么这盏灯都吹不熄，佛就开示啦，哦，因为呢，哦，这是这样这个老妇人的一个发心啊，哦，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布施上面并不是在金额的大小，而是在我们的起心动念跟我们的发心上面，哦，而是这样要持续啊，哦，要持续啊，哦，
那再来就是正念，正念的话就是这样，施这个念，那个念戒、念定、念慧啊，哦，这个三无漏正道啊，哦，还有用五那个五停心啊，哦，能够这样助道之法，哦，这样能够这样进到涅槃，哦，成为这样正念。那五停心呢，就是多善的众生啊，吼，这样数息观，吼，数息观就是我们观我们自己的呼吸啊，吼。那多贪的那个众生呢，就是这样不净观啊。刚才是那个心散乱的众生呢，吼，可以讲借由吼，那个现场的同学不妨可以试试看哦。当我们心散乱的时候啊，吼，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心思注意在我们的呼吸上。哦，然后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哦，这时候我们心是能够这样收摄的，哦。打坐的时候，这个方法也非常好用，哦。有时候，当你心和起伏很大，哦，当然啦，如果真的起伏非常大的话，就静心一下再上座了，哈，哦。啊，如果只是说，哎，还有一些散乱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藉由观照我们的呼吸，哦，一呼一吸，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心。很多东西慢慢可以沉淀下来。那多贪的众生呢，就讲不净观啊，世间啊，很多像有些贪美色啊，贪不管哪一方面都好，一切本来就是啊，都是不净啊，不管是外在的这个不净，起贪的这个心也是不净啊，那多嗔的这个众生呢，就修这样慈悲观，那愚痴的众生就因缘观了，啊，哈，像一般有一些情执的大众啊，哈，哎呀，小孩子要回去了，哎呀，爱的人要分离了，哈，这就修因缘观了，啊，哈，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是因缘性合合而成的，那因缘性聚的时候，大家好好珍惜；因缘性散的时候，就彼此祝福，哦。那多障的众生怎样就念佛观，哦，能够怎样观念佛啊，哦，然后呢跟佛怎样好好就是多结佛缘啊，哦，这样能够怎样去我们的障碍啊，哦，所以就多念佛吧，哦。那第八个正定的部分，哦，人呢，哦，能够摄诸善乱，哦，那身心能够极静，哦，正住真空之理，哦，决定不移，这名为讲正定。哦，也就是当有些人的心在散乱的时候啊，哦，就能够这样借由这样，像打坐啊。其实哈，一般来讲哈，很多人会说，哎呀，心散乱，好，那不借由修行的功夫啊，知道自己的心散乱，然后这样能不能达到镇定？啊，很困难，哦，还是要借由打坐，哦，因为你打坐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把你的一些杂念慢慢的沉淀下来。你光是用哎，我们坐在这边，然后又观想又冥想，哦，那个效果都不如这样佛所教的方法好，哦，好，这就是所谓的正定，哦，所以阿罗汉呢就用这个八种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呢，哦，能够怎样到达这样涅槃，哦，也就是能够讲处理三界，哦。那一般的我们知道阿罗汉他怎样证到我空了，可是法没有空啊，哦，他还有个涅槃可入，他认为呢，我就是在这世间法当中我厌离了，哦，啊，我 不想要再这样子就是过这世间法的这些种种，哦，所以这些阿罗汉们就开始这样就是开始那个要那个佛就是教那个入涅槃的这个方法，那可是入涅槃了以后，大家就知道啊，不度众嘛，啊，所以佛就说啊，你们这些阿罗汉们啊，哈，就是所谓的什么骄阳败种，那这骄阳败种呢，哈，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个是站在佛呢，好像是一个大人呐，啊，哦，那看到小孩子啊，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个偏差的时候啊，哦，出自于爱护这个小孩子的心啊，哈，然后就哎呀，你们呐，啊，哦，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啊，哦，所以那个是站在佛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怎样度量，整个的一个怎样量，那个气量上面在讲的。
那一般众生呢，一般大众啊，连个我空都还没有证到，所以对这些阿罗汉要充分的表示，这样还是要赞叹跟尊重，因为每个人的因缘性不同，每个人走的路不同，就算是一些在嘴巴喊的是这样，所谓的走菩萨道的这些大众们，有时候呢，其实这样，那个心思上，还有在威仪上，如果大众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像那些在原始佛教的这些经典啊，那个阿罗汉呢，他在他的威仪上面，他在他的一个自我的修持上面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这部分我们也要这样赞叹哦。好，所以很多我们在看呐，有时候人的一些慢性呐，还没有开始起步，就开始已经这样，哇，那边已经就是那个嘴巴上的修已经就是不小心修到哪里去了，所以这就是大众在有时候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啊，那个叫慢心啊，有时候是这样自爱我们的一个修行。好，那在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有形容了，既然那个阿罗汉呢，他们就是这样先自利，那利他的部分他觉得什么就不急嘛，反正我就想先自利再说了，所以在佛入涅槃了以后啊，有一些阿罗汉啊一听到佛涅槃他们也涅槃去了，那就是只有大迦摄就是荷担起如来的这个迦叶就集合了500个阿罗汉啊，结集这个那个佛的经典，不然现在经典就没有办法流传下来，所以大众也要知道，这些其实都是讲阿罗汉把这些法这样结集，让这个法能够这样流传下来啊。只是因为因缘性不同，根器不同，法器不同所以呢，他们讲有他们的一个选择性所以这个很多的东西我们在看，其实是这样一种因缘跟一种彼此的一种尊重而已而不是说都站在一种这样批评的一个角度好，那阿罗汉其实也修得非常非常好啊那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有三车跟四车的比喻，这些就是在告诉大众啊其实呢，佛的本怀啊，也就是佛出世的本怀，在开示悟路上，都是在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也就是在开示悟路上这样下手啊，这才是佛的一个本怀，那阿罗汉我们之前讲过了，他是因为大众的这样法器不堪以能够这样承担佛的一个知见。所以呢，佛就这样开始的时候，就以这样那个众生的这个根器啊，然后这样讲的所谓的这样阿罗汉的这个法门那到后面那个《法华经》，佛要入涅槃了，那总要有弟子能够这样荷担如来的迦叶啊，也要去开示悟入佛之见啊所以佛开始这样告诉大众啊，只有这样一车。也只有所谓的一圣啊，那个圣就是什么佛圣啊所以才有所谓这样无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也是一种什么化成，也就是一个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觉得成佛不可能成佛太远了我们常常形容例如说你从高雄要直接到台北，我们会觉得什么太远了，没办法到你这样开车也好要好几个小时啊所以就增加一个什么台中的一个休息站那你在那边休息一下你觉得这样高雄开到台中还可以接受对不对那我们在高雄就是台中休息了一下以后，然后再往台北走，我们就觉得很轻松了对不对这样就没有所谓的说要一下子从高雄到台北真的太远了，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那这样就会被就是说所谓的没法度的众生啊，对不对所以佛呢就这样有个法也就是众生的需要中间也就是这样阿罗汉那阿罗汉呢大众有些也会在发那个菩萨心，可是他发的菩萨心有时候会这样退转
哦，就像舍利弗啊，哈，被天人测试一下，哈，我们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啊，哈，那个老妇人说，哎，你的眼睛啊，哈，我的那个老妇人眼睛瞎掉了，哈，就需要那个舍利弗的眼睛，哈，那挖左眼，他说不行，要挖右眼，挖完右眼，那个老妇人又说，哇，好臭哦。啊，那个舍利弗就起了嗔心了啊！哇，众生真是难度啊！哦，那个好心的哈、哦，挖一只眼睛已经这样，还有一只眼睛也可以看，那还好。那发这样的心，我两个眼睛都挖给你，你还嫌这样嫌臭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哎呀，众生真是难度啊！哦，就起退心了哦。那其实舍利弗也是慈悲啦，哦，示现给大家看哦。有时候你要发这个广大的一个菩萨心的时候。如果你对世间就是这些实相的部分你没有一个了解，你对佛的智慧没有一个深入的时候啊，有时候这样也是会被境给转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车啊，三车是指羊车、鹿车还有牛车啊，那再加上大白牛车就为四车了。在法华经里面啊，譬喻品有活在三车之譬喻啊，就是小朋友啊，他们在活在当中玩，那个长者老者就说，哎呀，你们这样子玩很危险啊，现在已经有火灾了啊，就赶快逃吧啊，那些小孩子不愿意啊，那个长者就说，哎呀，如果你们要赶快出去的话，你们去，我就给你们羊车、鹿车、牛车还有大白牛车啊，那个小孩子就说，哎，有车是可以玩，就说好，那我就出这个火灾哦。这个就好像是在怎样告诉大家，能够怎样出这个火灾，出这三界的一个方式叫做什么阿罗汉道哦。那很多人就这样会，就是佛的弟子那时候的根器就是大概都是在这样阿罗汉上哦。那可是到后面呢，佛要入涅槃了，就告诉大家这样全部啊，这些小孩子那些那时候全部都出来了，一出来了以后呢，这长者呢全部都给予什么大白牛车哦，也就是这样，以佛的这样的一个无量功德啊，每个人都发大白牛车都没问题啊，那问题是在众生呢有没有办法承受得起啊？我像有些人就说，师父啊，那个乐透啊，如果好几亿啊，他中多好哦。那我们就会问一句啊，哎，真的好几亿给你啊，你要做什么？哦，有些人就愣了一下，还真的不晓得要做什么。哦，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不是说这样一下子给大给多就好啊。像《妙法莲华经》的一开头啊，佛要开始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指舍利弗请示了三次，佛才开始宣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器如果不够哦，那佛开始宣讲一圣的时候，有些会起烦恼，有些会起毁谤心。哦，如果有些人他说，我已经证到阿罗汉道，我已经这样在这当中我已经满足了啊，你要我再修哦，我这样，有些人这样不愿意了哦，所以有些阿罗汉就直接跟佛讲，我的年纪已经大了哦，我能够修到这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哦，所以佛就开始后面替这个舍利弗受记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哦，让同学也能够怎样，好像参与盛会哦，在这当中啊，好像我们也在怎样，这《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法会当中，那舍利弗呢，的一个欢喜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在这当中怎样随喜赞叹呐、啊，那这边呢，尔时呢，舍利弗就这样踊跃欢喜。集起合掌啊，瞻仰尊荣啊，尊严啊，而白佛言啊，今从世尊啊，闻此法音啊，心怀踊跃，得未曾有哦。所以者何哦？前面开始哈、哦，他对跟就是跟白佛言啊哈、哦，他今天听到这个啊哈、哦，也就是佛开始开示啊哈、哦，这些阿罗汉也都怎样，未来皆能够成佛哦，所以这样非常的踊跃啊哦。得未曾有，所以者何啊？就是这样的踊跃的心是讲以前都没有过的。那
为什么会这样呢？哦，那个舍利弗就讲啊，我其从啊佛闻如是法，哦，就是从佛开始讲经说法，哦，那舍利弗加入那个僧团之后开始随着佛啊，哦，那佛讲经，哦，那那个舍利弗在底下听闻佛法，那每次呢佛在讲的时候啊，哦，他不会说哎，今天是就是说避开阿罗汉，哦，就如果要讲菩萨道的话有避开阿罗汉，完全没有，也就是在讲，啊，那个菩萨这些大圣法的时候，其实这些阿罗汉都在，可是这些阿罗汉呢因为认为讲哎呀佛不是在跟我讲，哦，啊，所以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哦，常常就这样，哎，这不是在跟我讲，人都有那种所谓的抉择选择，对不对？一因演说啊，众生各得其解，就是这样。哦，那些阿罗汉们就觉得这样，哎，成佛，哦，跟我无关，哦，佛讲的这些大圣法菩萨道都是在对这些菩萨讲的，不是在跟我讲的，哦，所以他这边呢，啊，就见到诸这些菩萨们受记作佛啊，哦，听到那个佛为这些菩萨们受记作佛，而我等啊不欲施事，也就这个件事情好像讲与我们无关呐，啊，哦，所以甚至感伤啊，哈，哦，内心里面非常的感伤呐，啊，哈，哦，因为怎样施于如来的这样无量之见，同学要知道啊，那个阿罗汉的之见跟佛的之见相去甚远啊，哦，在那个大智度论讲啊，那个阿罗汉的之见大概只是在怎样海的表面上还要再下去一点点啊，那佛的之见是怎样能够穷尽到海底了，哦，那所以呢像那个在佛经里面就讲啊，哦，有那个阿罗汉啊就想要看那个佛顶啊，哦，所以他就这样入定，然后怎样在当中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哦，啊，要看到佛顶，永远都讲到不了佛顶，哦，这就是在譬喻说啊，佛的知见啊，阿罗汉这样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知啊，哦，在《妙法莲华经》里面甚至形容啊，全部的恒河沙的世界，恒河沙的众生，全部都证得阿罗汉来讲，也没办法知道佛的知见为何。所以这些阿罗汉的知见其实这样去佛甚远，所以这些你看舍利弗智慧第一，哦，这样的一个阿罗汉还在感伤怎样施于如来的无量之见，也就是我没有办法怎样能够契入到如来的这样无量之见当中。所以世尊啊，我常独处在山林树下，若坐若行啊，哦，那个惊醒嘛，哦，有时候坐有时候会去在那个树下惊醒啊，每坐四念我等同入法性啊，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度之啊，也就是说一样啊，那个菩萨啊能够入法性，我们也一样可以入法性啊，啊，为什么呢？如来就以小圣法而见度之，哦，这个一般大众其实都很容易有这种这样讲，都怪别人，哦啊，自己都不自省，哦，我们就说啊，那个佛在讲的时候有没有在讲那个经典的时候，前面都从来没有一句是哎，我今天讲的这部经是根据是针对的就是菩萨众啊，声闻众是不能听的，从来没有过。可是你看这些阿罗汉，你看那个舍利弗就说哎呀，那为什么那个佛就这样以小圣法给我们，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三车里面有没有给那个小小的车子，那个羊车啊，鹿车啊，没有给我们什么大白牛车啊，那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啊，后面他现在听佛所讲了以后啊，他能够释怀了，所以他这边讲到是我等救啊，这些其实是什么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啊，很多你遇到这些修行的问题或遇到这世间的这些种种问题的时候啊，应该去思维啊是我们的问题啊，而不是很多东西啊就往外求啊，都说哎呀是谁啊、哦，怎么样，往外求啊，都别人的问题，自己都不用任何改过啊，都不用负担起怎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最轻松，对不对，
哦，那这边呢，吼，舍利弗开始这样往内啊，哦，原来是都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世尊啊，哦，所以者何呢？若我等待啊，哦，待说所因啊，成就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啊。然我等不解方便啊，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啊，吼，思维取证哦。这就是舍利弗现在了解啊，佛讲的那个阿罗汉法叫做什么方便法而已哦，就像刚才讲的，一下从高雄开到台北太远了，一个这样中间站叫做台中站而已啊，哦。所以啊，那个舍利弗又言啊，吼，师尊啊，我从昔来呀，终日敬业，吼，从早到晚啊，吼，每天啊，吼，每至苛责啊，吼，而今从佛啊，闻所未闻，哦，未曾有法，吼，断诸疑悔。你看，哦，舍利弗其实还算是立根器的众生啊，吼，大众啊，哦，立根器的阿罗汉，哦，所以要讲这。佛讲到这里，就只有那个舍利弗能够这样如是的这样得到这样的法义啊，哦，其他的阿罗汉还没有啊，哦，所以这边舍利弗就开始这样，哎呀，深意泰然啊，哦，我们就说，如果是我们自己契合的这个法听到的时候这样，或者是我们在修行这个法门的时候啊，会讲深意泰然，也是会有欢喜啊。哦，所以不用去问说，哎呀，我们要修行什么法门，或者是怎么样？哦啊，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欢喜，哦，那就是我们讲契合的一个法门，哦，所以快得安稳啊，哦，今日乃知啊，真是佛子，从佛口出啊，从法化身啊，得佛这样法分。有没有看到？终于啊，哦。那个在成佛的这条路上，也有阿罗汉开始这样往上走了。之前的这条路这样完全叫做菩萨道。那阿罗汉觉得自己这样是没有办法这样能够走上这个菩萨道，然后这样能够成佛的。好，所以呀，那个舍利弗呢，欲从宣此意啊，而说偈言。哦，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偈呢，常常就是所谓的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哦，那他就再把它怎样简短的这样再综合一下，哦，讲第二遍，哦，这就是讲这个部分是怎样很就是大众能够怎样再能够好好的静下心来，然后再怎样再能够这当中怎样能够得到法益。所以呢，舍利弗就说啦，哦，我闻是法音啊，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呢，以往的啊皆已除啊，以前的这些怀疑我这样全部都去除了。而众生的问题就常常在疑己啊，怀疑自己有可能吗？可以吗？啊，怀疑别人，哎，讲的这样对吗？啊，这样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吗？哦啊，或者是哎，这个这真的吗？哦，很多的怀疑哦，那。舍利弗听到这个佛讲以后，这样所有的怀疑都已经除了。昔来蒙佛教啊，不施于大圣啊，哦，佛音呢甚稀有，能除这样众生恼。哦，佛讲的这个法呢，能够这样去除掉众生的这些种种的苦恼啊。哦，我已得漏尽，哦，闻已这样除忧恼，已经所谓的漏尽就这样。烦恼都断尽了，你证得阿罗汉了，啊，哦，所以讲烦恼都已经讲断尽了。那听闻这个佛所讲的时候啊，你看忧恼一除啊，这个忧恼就是讲刚才舍利弗自己讲的啊，哎，为什么我们同样跟菩萨也是同样入法性啊？啊，人家那个佛对菩萨就好像讲的是这样，能够在。修菩萨道能够成佛啊，我们就好像跟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哦。那现在佛告诉舍利弗说你也可以的时候，他就这样除去他的忧恼了。所以我处于山谷啊，或在树林下，或坐或惊醒禅思维世事啊，呜呼，甚至则啊，云何而自欺啊？我等一佛子。
同入无漏法哦，这跟刚才的那个长行所讲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哦。不能于未来啊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哈，这是佛的一个怎样唯一相嘛哈，三十二相哈。那还有佛的佛力呀、啊，所谓的十力诸解脱，还有那个同共哈，十八共法哦，十八不共法哦，这个同共一法中啊，而不得此事哦，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啊，而我皆已失啊哦，也就是这些佛的这些。佛的一个专言啊，或者是佛的这些功德，好像都跟我们没关系啊哦，所以我读经行时啊，见佛在大众啊，明文呢哈、满十番啊，广饶益众生，思维呢失此力啊，我为啊自欺狂哦。我常于日月啊，哈、每家思维家世事啊。我都会想呐、啊，想到这件事情啊，那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师不为师啊，哈，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过失啊，还是不是一个过失呢？哦，那我常见世尊呐、啊，称赞诸菩萨，哦，赞扬佛一定讲赞扬这些菩萨道啊，哦，因为阿罗汉道呢，哈，其实这样自利嘛，哈，那所以佛当然这样要。大众这样接佛的本怀，本来就是开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啊。哦，那唯有菩萨道是这样走在开示悟入佛之见的这条路上啊。哦，阿罗汉这样，他们只是这样修行，能够这样自我能够先入涅槃就好哦。所以称赞都是称赞诸菩萨哦，以是这样于四月啊日夜哦思量如是事啊。今闻佛音声啊，随以所说法，无若难思议啊，令众这样自道场、哦、我本着邪见，为这样诸犯自私啊、哦、那个舍利弗刚开始也是这样外道的老师啊、哦、那世尊知我心啊，就这样把这些邪见啊，我们刚才说的有没有从知见上讲去，如果有正确的知见的时候，第一个扣子扣对了，底下就通通都对了哦、所以要先拔掉那样佛，先拔掉这个舍利弗呢，当初为外道的这些讲邪思邪见、哦、然后呢，现在呢，哦、是已经怎样证入到阿罗汉了，对不对？哦、那 可是呢、哦，为了怎样拔邪呢，所涅槃、哦、这个拔邪就是，哎，他还有一个怎样、哦、想要处理这世间呐、啊，哦，这样的一个想法。哦、啊，想要入涅槃的这样一个想法，哦、啊，所以呢，哈、哦，为了要让那个阿罗汉们，也就是像舍利弗这样的一个阿罗汉呢，哦，能够怎样，不要在这世间再就是沾染了、啊，哦，那不要在这世间当中一直轮回下去啊，所以呀、啊，哈、哦，为这些阿罗汉们，就是那些弟子们说这样说涅槃，有个涅槃可入，所以。我们就讲到阿罗汉只证到所谓的我空，还有个涅槃可入，法还未空。好，所以我悉除正邪见啊，于空法得证。也就以阿罗汉来讲，他都已经这样证得这样我空的一个境界了。哦，尔时心自慰啊，得自于这样灭度。哎，那时候啊，吼，都自己认为这样已经灭度了。哦、然后可是到而今啊，乃自觉啊，非是这样实灭度、哦、这不是真的灭度啊、哦、那若得作逢慈啊、哦、具足这个三十二相、哦、天人这夜叉众啊、哦、龙神啊、哦、这些通通恭敬，事实乃可畏啊、哦、这些已经讲有尽这些、哦、灭无余啊、哦、无余就是已经没有再有最后生啊、哦、最后生再来就这样入涅槃了、哦、已经入到就是已经灭无余了、哦、那佛呢于大众中啊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义啊已毁的悉已除啊、哦、当佛告诉那个舍利弗说你也可以成佛的时候啊、哦、这些佛一讲已毁的悉已除啊，
这其实也代表舍利弗是立根啊。哦，你看那佛讲了多少哈、哦？你看这些现在在场的这些阿罗汉，哦，也是这样，舍利弗一个这样，在所谓的这样以毁悉以除啊。哦啊，后面还有那个佛还在为其他的弟子在受记的时候啊，哈、哦，其他的那个阿罗汉才那个所谓的以毁才有办法除。所以这边就讲到初闻佛所说啊，心中大惊疑啊，非将非魔啊，作佛啊，扰乱我心也。刚听的时候他也很害怕、啊、是不是这个到底是佛还是魔啊？啊，他怎么会跟之前佛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啊？是不是魔来扰乱我的心啊？但是佛呢，以种种的因缘啊、譬喻啊、巧说啊，佛讲经啊，跟魔讲经当然是不同啊。佛的讲经一定是让众生能够怎样心安如海啊，哦，能够让众生一闻啊，以往断。哦，佛说过去世啊，无量怎样灭度佛安住方便中啊，哦，一皆说四法。在以前啊，不是现在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以前的诸佛其实也都是这样啊。哦，那也是因为众生的根器不有些这样法器不堪以这样承担，所以以前的诸佛也有这样，也佛也会这样讲那个所谓的阿罗汉法，也是一种这样方便法而已。哦，那现在呢，未来佛啊，其数有无量。亦以诸方便的演说如是法，也是一样啊，就用这些种种的方便，然后来演说这个法。那现在的世尊呢，就这样子种种的示现，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舍利弗呢，就这边讲到啊，佛也是这样从生，到出家，有没有做种种的示现？得到呢转法轮，也是这样方便说啊，这些其实佛从人世间当中我们就讲了啊，那个示现啊，从人开始这样修行能够成佛，这个也是方便说啊。哦，那世尊所说的为讲真实相，哦，也就是所谓的实道。那以魔来讲呢、啊，他不会没办法哦，所以这个舍利弗就能够确知，这一定是怎样？是佛而不是魔哦。那我堕以往故啊，哈，为是魔所作啊。那听闻佛的一个柔软音啊，哈，这些讲深远啊，甚微妙哦。所以演唱这些清净法，我心大欢喜，一回讲永已尽啊，能够这样安住在实之中哦。所以后面他自己这样，佛在这样子一个慢慢哈，你看佛非常的有耐心啊。对待众生呢，一步一步的，那众生的根器因缘性到了才说。所以这边舍利弗就说，我定当作佛啊，为天人所敬。好，阿弥陀佛。